This is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下面播送普通话节目。林茂先生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维权运动在沉寂了近20年之后再次出现突破性发展。刘迪向本台表示，对他们警察又来找我了，他们就问我们做 T 恤衫的事儿，然后就问我在网上发的帖子呀，我说我就看见网上有人发了一个做了零八线章的 T 恤，然后我就转发到自由中国上去，然后他们要软禁我，要派人在楼下看去。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北明，现在报告亚太要闻。本台消息，中国各地国保及警方仍然陆续传唤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士，而零八宪章的发起者北京学者刘晓波仍被秘密看押。据维权网星期天的消息，刘晓波妻子刘霞自元旦和刘晓波见面之后，在春节前夕再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和丈夫见面，并给他递送换洗的衣服和过节的食物，但是刘霞的申请却被拒绝。签署零八宪章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迪则在星期天遭到国保的软禁。昨夜分明梦到家，飘摇依旧客天涯，故园门掩东风老，无限杜鹃啼落花。吃吧。愿您永远看顾着我们，使我们一家人有平安有喜乐。以上的祷告祈求和感恩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你喝点小酒。等会儿人家拍完了，你这你上来就让人家摆5个碗，人怎么拍啊？上来就你就摆上酒，好像是咱们天天在那儿喝。也是天天童言无忌，天天喝半杯酒不算奢侈。那什么，有多少天都吃不上饭呢？妮妮，你要尝尝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我们一个礼拜也没有在一起吃了一次饭。对，是。妮妮，今天所有菜都是我最爱吃的。哪有勺子？那个老鸡蛋，老鸡蛋。什么叫老鸡蛋？那特别难看的臭的鸡蛋。切
天莲汁的还是今天汁的所有菜都是我最爱吃的。我的所有的最爱吃的菜里头，最近又加上了这个，以前没这个。你看豆腐西红柿。正义又天天在家里写作，我又上班，我回来的特别晚，因为我的时间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工作。嗯，就变成正义做饭了。他做的饭还有一个，他做的饭比我做的好吃，他比我会做。妈妈做饭的时候，有时候把什么东西稀稀糊糊都把它们煮一块儿，什么煮粥呀、煮面条，把很多不一样的菜都把它们煮一块儿。可是爸爸的饭，你看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盘子，要是妈妈做就可能会把它们都粘起来，放一个什么粥里边，把这个都一块儿吃。营养丰富。我也没那么狼狈，但是我做不了那种能请客吃饭的那种好饭。我就能做家常饭，而且我们家正义又这么优秀，又我还优秀呢，又有才干，又能干。你看人家能干什么呀？人能种地，劳动光荣，人能种地，人家能做木匠活，人家做的那家具那么漂亮，虽然没给我们家做过啊，老是给别人做，然后人家还能写作，写的又挺棒。还有一个他又能吃苦，还有一个他还不诉苦，他从来不诉苦。另外一个人家心地善良，胸襟宽阔，他从来不会妒忌别人，他从来不会妒忌别人，有点傻，要不我管他叫大鱼呢，大智若愚的那个鱼。正义作家1947年生まれ。文化大革命の初期、高校生の時に紅衛兵として運動に参加。79年、小説「楓」で文壇デビュー、「古井戸」などを発表。天安門事件で指名手配を受け、逃亡生活の末、93年に夫婦で亡命。現在、妻で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ベイミンとアメリカ在住、独立中国語ペンクラブ元会長。其实作家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你就是离开了祖国，但是同样，砍不断你和祖国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天祥的这个诗一样，他做梦他要梦见回到自己的家国，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他不是精神上的就是这个这种。就是虽然你离开祖国，但是在精神上是无法割裂的。共产党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仅整了作家，而且他把读者给整了。他很厉害，他把这个读者，这一代读者都不是你的读者了。这个太高明了，这个，你这个是在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你没有读者，你为什么还要写？你得想一想。啊，你只有几个读者，你写下去有什么意义？啊，中国人看不着，外文的译本也没有，你还写吗？如果你觉得还要写，那必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在说话，这就对了，是一个个人的声音才是人的真实的声音，而不是权力的喇叭、权力的话筒。当我听见天安门广场开枪这些事情，
我明白我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偶然就碰到这么个机会，成了决定我的流亡生涯。但是我也很清醒地接受这个命运，我就要在这个西方世界，要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高新江，劇作家、画家、1940年生まれ、57年北京外大に入学、フランス演劇を研究する。80年代国内で何度も新作の上演を禁止された。89年ヨーロッパ訪問中に天安門事件に出会い亡命を決意。2000年ノーベル文学賞受賞。所以我实际上一到西方来，我的首先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来源，所以我不没有忧虑，我充分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首先我第一要把灵山写完，这样说碰到八九民运。我正在写灵山的时候，八九民运，当我听见天安门广场开枪这些事情，我明白我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而中国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说，当然我也接受了采访，媒体什么，当然我表态也谴责这个屠杀这些，那当然我的名字就从此完全就不可能再，也不可能再回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决定我偶然就碰到这么个机会，成为决定我的流亡生涯。但是我也很清醒地接受这个命运。既然是这样，那我没有必要再回去了。1989年4月15日、中国共産党の前書記長胡耀邦が急死。胡耀邦は学生民主化運動に理解を示し、2年前に失脚していた。环境其实也没有，因为八零年代其实基本上那个时候还是就是怎么说，还在政府跟人民的关系还不错啊，那个赵子阳胡耀邦执政是吧，那算比较开明的，因为比较开明所以才比较能够有讨论空间嘛，那所以大学里啊办各种的讲座沙龙当然就比较多，对，那这个东西当然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你然后这个媒体方面其实也比较活跃。ワンダン、歴史学者、1969年生まれ。天安門民主化運動の学生リーダーとして指名手配となり、89年7月2日に逮捕。6年間の獄中生活の後、98年に亡命。ハーバード大学で歴史学を研究。2008年、同大学で博士号を取得。想法也是觉得说这个经济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是吧，出现关岛现象，我们今天不叫关岛了，我们叫腐败，但是当初是关岛开始的，那大家其实很直接就想到说这是个制度问题是吧，是个权力制衡的问题，怎么能因为是老爹当官你就可以赚很多钱是吧，而且用这种价差，那很自然你就会想到政治问题，当然我们就希望政治上有变化。那么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党内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也愿意做考虑，十三大当然也提出来说要搞政治改革，要社会协商，我们也受到这个鼓舞，对，所以整个这个大环境就是比较，第一是比较敢自由讨论，第二是讨论的重点呢比较在政治改革，那当然我们从生长在校园来说，自然会受到影响。胡耀邦的去世那个比较突然，大家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不仅是我们学生，即使是党内对胡耀邦都是比较有感情的。那胡耀邦又下台的很冤。是吧，是因为保护学生运动下台的，那我觉得他这件事是比较直接的去挑起了整个八九学运。
1989年4月22日、政府による雇用法の追悼式典が人民大会堂で行われた。その時、人民大会堂の外には10万人の学生が自発的に集まり、追悼集会が開かれた。22号之后，基本上情绪大家都慢慢又有点就平缓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做学生，组织者的呢，都有点担心说学生热情下降。结果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能够重新激发学生热情，政府及时就出手了。政府就发了一个426社论，那整个校园就沸腾了，对不对？本来我们都已经没事了嘛，有些学生都上课了。而且那个426社论简直就是完全的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些那个口吻腔调，我觉得哎，真是吓一跳。明明是胡耀邦去世了，我们来悼念胡耀邦的，那悼念胡耀邦自然会扯到这个政治问题，那又不是为我们个人，对不对？你国家民主化也得有个过程，最后到我们享受到选举制度还不到什么时候，又不是为我们个人，凭什么就说、哦、是一场动乱？哎呀，把这个什么社会主义引到灾难深渊了，那么祸国殃民的这些指控就出来了，我觉得那学生当然觉得很气愤。天下兴亡，天下兴亡，以中央有德，以中央有德。所以这个，八九民一来，我当然就很自然的就完全那激动的，你就说激动人心，你根本夜不能寐，每一天你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崭新的一天，每一天你都觉得这个，中国正在向了一种光明前进。所以那个这当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整个从八九民运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觉得自己的那种抱怨，你自己的这种就是说悲观，你自己的对于自己理念的放弃，什么的这些都成为过去了，应该怀着一种这种极大的希望来推动中国。所以当时我想，年轻人还包括知识分子还包括普通的民众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下面我宣读一下首都高校代表的请愿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427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因为我们的希望是说政府能够修改426社论，跟学生进行这个对话，但是政府就拖，他也不说不，他也不说就开始，他就拖来拖去拖来拖去。那我们也是该走的我们也走了，游行了很多次了，该静坐我们也静坐很多次了，我们也想不出什么新招，是吧，可以让他别再拖下去。那当然就绝食就有人提出来了，就说我们作为一批学生，我们自愿去绝食，那么欢迎大家也参加嘛。对，但是后来就响应的就也远远超出我们预料，我们原来也没想到这么多人绝食这种玩命的事也这么多人想，结果最后3000人报名。别了，哎，你快下来，别挡路了。快，这个从一个学生运动变成一个全民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运动，也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它完全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体绝食。当然这个历史功过，这个需要后人去评价了。当然对于我来说，我仍然认为这个绝食在这个把89年的学生运动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变成一个就是说一个这个可以说波澜壮阔的运动，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因为也没有，我们觉得绝食这么大的学生，而且3000人做的绝食，你政府能不理吗？我们也没想到他给你拖了6天也都不理你，完全置之不理。我以为就当天晚上就出来，就武警也好，警察公安也好，就给抬走嘛。
要不然就三千人几十万人都在广场了，要不然你就领导人出来接见一下爵士学生，这有什么难的吗？完全没想到真的就是六天毫无动静。到了第七天了，那李鹏他们才出来说跟学生做个对话，一直拖到第七天，让学生饿了七天了。当然很罕见这样的政府。有牌子的举着牌子的，有工作牌子的举着牌子。等一下吧，那那有吧。他去了那边，他去了那边有会有警察打。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中国人，还有我们很多的美国朋友聚在这里。我们从国内也传来消息，今年纪念六四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和纪念写纪念文章的比往年都要多，这说明中共用力抹杀历史记忆的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那么是历史记忆在复兴，这说明公民力量在觉醒。我们不做暴民和奴隶，我们要做公民，我们要做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公民力量。ヤン・ジャンリ、政治活動家、1963年生まれ。80年代にアメリカ留学、ハーバード大学で政治学の博士号と、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バークレー校で数学の博士号を取得。2002年に労働者運動実態調査のため中国に密入国し逮捕され、5年の刑を受ける。2007年アメリカへ出国、市民の力組織代表。当时我是就读于加州大学的贝克里加州大学，然后呢，这个我在那是正是旧金山的管区嘛，所以经常会组织到旧金山前面的一些示威啊、请愿活动。但就有一天，在电视中就是那个 CBS 的镜头捞出来一个。那个警察打学生那个镜头，把那个头都打破了，血都流下来了。但一看到那个镜头以后，已经受不了，就觉得一定要回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一定要回去，而且要把我们海外的留学生的声音带回国内去。刽子手，刽子手，也就是说六月四日凌晨，六月三号晚上到半夜，到六月四号的凌晨开始枪声响，就听着西边砰砰砰砰，就枪声响，密集越来越密集。到了西单那个地方，已经看着军队往那过了，周边围着人，一会儿就打枪，一会儿就打枪，然后已经死伤了很多。这样人群的话，人群的时候就很激愤，因为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个政府用这么恶劣的手段，这么残酷的手段来镇压这些这个学生运动，说大家都在那骂。啊，骂得非常激烈。当时呢，我就感觉呢，就是不太相信，就是好像在做梦，就恍惚中就觉得在看一个电影，看日本鬼子进村的电影。你看小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鬼子进村，当当当当就进去了哈，就感觉那种是一个军队就拿着枪哗就进城了，然后就开枪，哇，那个镜头就想着日本鬼子进村，不能接受。那个然后就往前凑啊，然后那个人就喊扔石头，然后就开枪，然后就倒下一批，然后就往后拉。那个我那个同学一看要真死人了，他就很着急，就眼都红了，就往前冲。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一会儿这么过程。快救车！快救车！我们怎么可能想到政府会拿枪来结束这场学生运动呢？对不对？
那我们都觉得这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只不过说就像我们是子女，政府是父母一样，谁能想到父母突然砰的把枪就给掏出来。我们觉得政府即使不接受我们所有的条件，但是政府至少是听到我们声音了。人民都这个样子了，你军队都被堵住，难道你还开枪啊？你还压进来啊？但这次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发生嘛，禽兽才会那么干。我们再讨厌李鹏，觉得李鹏后来是个人类嘛，是个灵长类的动物嘛，是吧？他毕竟他还不是禽兽，他不可能说真的开枪动坦克呀。所以我们觉得基本上就我们的肯定是胜利嘛。那么多人，那么多青年，全国的老百姓和平的向他们提出建议请愿，要求实现这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在全世界的这种群众性的这种运动中，应该说89年的中国人是表现得最有理性、最温和、最克制，但是最后遭到了这么血腥的镇压，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冲击当然也是最大的。大脑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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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人权，而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国情，而中国人不能有人权的话，今天我要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这样的中国国情。如果有人说我们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尊重生命的文化，因此中国就不能有尊重生命的文化的话，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我们后代的幸福努力。谢谢各位，大家不要忘记64，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努力。谢谢。89年以后呢，我在中国实际上是在中国逃亡了有2年都不到3年，算是这个89以后的这一批人里时间最长的吧。当时在这个中国逃亡了很多的省，当时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一个是当然首先我想很具体的就是我太太在监狱里头，我觉得我不能够离开中国，如果我离开了中国的话，那就对他来说，那就使他就非常绝望了。所以我想，人家说这个夫妻是患难嘛，所以我必须，我不能够离开。我想这是一个最具体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作家。作家和土地，大家都知道，这个作家和土地之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就跟母子关系一样，你如果要是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这个后果很难说。对，因为你的所有的情感、你的灵感、你的生活，都是你的土地和人民赋予的。1年後、妻のベイミンは釈放され、国内で逃亡中だったジェン・イーと合流する。当时我们逃亡了很多地方，帮助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而是对我们毫无了解的，只是听说你是因为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被追捕的作家，人家就愿意收藏你，就要帮助你，一家一家的，从老人到小孩，所以那是非常感人的，没有一个人出卖过我们，所以这个，而且当时他们是担着很大的风险。当然后来迫于种种的形势，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在国内这个逃亡给朋友们也造成极大的负担，倒不是经济上的负担，因为我们也不花什么钱，就是吃口饭，主要是精神上有很大的负担，
对他们的生活也是干扰。后来我们后来还是决定还是要出来。在民主墙时代就有一家杂志就叫北京之春，同时这个名字呢也成为民主墙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给我们的刊物就取名就叫北京之春，那么到现在93年到现在已经这个15年，就是零九就快16年了，那么到64之后，国内的这种空间，发表意义的空间，进一步萎缩，那这么一来呢，特别是很多积极参加民运的人，完全被剥夺了在国内发表他们自己观点的这个场地，所以从64之后，那我们的刊物呢就越来越多的刊载一些来自大陆的这些作者，可以说大陆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就是比较活跃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或者党内党外的这些自由派的这个学者、知识分子，凡是说得出来名字的，一般恐怕都在我们刊物上都发表过东西。フーピン、政治評論家、1947年生まれ。79年民主の壁時代に言論の自由に関する論文を発表。アメリカ留学中の89年。天安門事件に出会い亡命を決意。現在アメリカの中国語雑誌「北京の春」編集長。这个中央那就好像是个教皇，好像是个宗教裁判所，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思想是革命的，什么思想是反动的，那么但是在文化革命中，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翻来覆去，政治斗争的翻来覆去。一会儿鲜花成了毒草，一会儿毒草成了鲜花，对不对？一会儿成了这个革命干部，又成了牛鬼蛇神；一会儿牛鬼蛇神又还成了这个革命干部了。那么人们就已经对于这个有没有这么一种裁判的存在就产生怀疑了。那么特别是到了后来，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人们也最容易领会到言论自由的重要，就是没有谁能够判定得很清楚什么思想是正确，什么思想是不正确。比如说这个当时在六七年夏天的时候，当时全国武斗是非常激烈的，四川呢又首当其冲，而四川最激烈的地方又是在宜宾，当时我就是在宜宾。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以后的这个山河文学，当时79年的时候，我写了我自己的处女作叫《风》，后来拍成电影，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其实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亲身的一些经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双方都这个誓死捍卫毛主席，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但是最后。在人民内部爆发了这么激烈的、这么血腥的内战，
戴峰，戴峰，洪刚，你不是被我打死了吗？啊，没有，我活着。战友们，冲啊！宜宾那个城市就是，城里是一派，城外是一派，整个城市被包围着，外边城外的一派呢，就是一座楼一座楼的攻，城里的一派呢，就每一座楼上几十个人与这楼共存亡，所以那个是打得非常血腥的。当时医院里头不光是停满了伤员在救治，而且这个医院的房间里头到处都是停满了尸体。当时你要想，我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像这些场面在我的这个人生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后来在文化革命结束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和一个作家一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的时候，他和我住一个屋子，我们谈起过去文革的往事，他就说他刚刚从这个广西的这个地方上上来，还带的有这个当年那些凶手没吃完的人肝人心，什么这个有他这种他亲自参加工作组下去调查这些事情，当然我就深信不疑了。后来为这个事情，我专门几次去广西采访，当时害怕共产党封锁嘛，所以我是拿着介绍信，所以下去了解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公安和法院的案卷，比如采访一个老人80多岁了，一个老的什么贫下中农，很穷，在一个很破烂的屋子里头采访他，他就是他带头把他们村的一个地主子弟活活的给吃掉了。文化大革命来，大家要杀阶级敌人，因为毛泽东讲这个阶级斗争嘛，所以到外村去把这个地主儿子拉回来，活活的把他用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拿烧红的铁烫啊什么的殴打呀，最后人还没有死，就摁在这个江边上，拿那个切菜刀就把这个人给活活的就抛了，抛开了以后把这个人肝挖出来以后切成手指头，就切成手指头那么大一条一条的，全村的人就分着吃了。所以像这些那个，当我问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那个凶手是根本就毫无愧色，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不是他们杀了我们，不是他们杀了我们，就是我们杀了他们，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当时我也觉得，我当时问了一句话，我说你这样做，你就不怕这个冤鬼来找你报复吗？那老头一拍胸脯说，我的心我是干革命的，心红红的。所以我看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无话，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就像他这样一个人，他参与了这个杀人吃人，实际上他自己的地位也并没有什么，没有丝毫改变，只不过是做了罪恶，而他的地位还仍然是这样，仍然是贫穷受苦。后来我还采访了很多这个，就是这种吃人事件，有很多事件是说起来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比如当时有一个武宣县的中学是一个
在当地非常著名的一所学校，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就把他们的老师给吃掉了。2008年、オランダのグローニンゲン美術館で中国の現代アートを紹介する大規模な展覧会が開かれた。近年注目を集めている中国現代アートのルーツとして、70年代末、文革以降の自由な表現を求める作品群が紹介されていた。一旦暴君倒下了，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背脊上，从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他倒下了，他死了。于是一个专制王朝匆匆活上了他的最后一夜，毫不遮掩地躺在那里，赤裸裸地脱下了共和的外衣。幻想詩人、1941年生まれ、16歳で初めての詩を発表する。79年、カーターアメリカ大統領に人権問題を告発する公開書簡を送り、小平の怒りに触れ拘束される。95年には詩集の発禁に抗議し再び投獄される。6回の投獄を経て97年アメリカへ亡命。不能发表，怎么自己发表？怎么样发表呢？到北京去发表。在哪里去发表呢？到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去发表。到北京去发表的时间是1978年10月11号，当时去了四个人，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到了人民日报，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原那个人民日报报社的门口那个巷子里边，上下两排贴满了大字报上百张，贴的时候呢，我在清理那些稿件，这一贴了以后，这好怪呀！当时整个王府井大街春黑之间人山人海的，整个王府井大街的交通全部堵塞了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发生过的。当时的那个华国锋吧，哈，在他们那种概念里面，就以为要发生以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匈牙利事件，因为从来都是安安静静的马群。哪会突然突破是什么野马啊？邓小平讲的那个是哈群之马，其实我何哈之有，只是一种表达的形式。我现在还给他解释成了我的行为艺术，我把我当时的诗歌解释成人文精神强、立体诗歌强，有什么不行嘛？我是先行的嘛，是不是？你不一定要从政治的狭隘的角度上，我要打倒皇帝当皇帝，我要推翻你，或者说我本来也没有这么想吧。我也是12月26生的人，所以人家跟我算面子的，如果人家是红太阳，我是黑的，所以一生的就发不了光了呢。
我就不信这命了。如果说等于要压也无所谓，你要封杀也无所谓，这一生都要跟了。当时就解开裤子了，以那个内丝逃出内务。其他三个人看到我的腿也去四根全部逃出来，朝着那个万圣吴江撒了一泼尿。当时我就得了两句诗，在天安门广场放个屁也是惊雷，撒泡尿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比较早的民主墙的先生应该说是贵州，来自于贵州的黄翔他们，对吧？而不是来自于北京啊。北京在天子脚下知道从事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活动和意见的风险有多大，以黄翔这个为首的啊叫做这个启蒙社啊，他们是最早开始啊提出关于人权啊这个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家、1943年生まれ。小平時代に政治組織を結成、81年投獄される。93年、アメリカ政府による中国の最恵国待遇更新の交渉条件として釈放されるが、政党作りに関わり再び収監される。2002年、アメリカへ亡命。北京的西单那有一个38路的公共汽车站，有一个外墙是砖的啊，砖墙很长。于是乎的话，就贴了很多有个人冤情的一些人的这个这个诉冤的许多大字报。因为当时以毛泽东那个性格搞的四大自由，对吧？所以允许有大字报。所以也是人们发表一些冤情或者不同意见的一个唯一的手段。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墙体给有可能提出不同看法意见的一些异议人士，就后来我们把它称为异议人士，有了那么一个公共空间啊。在这个之前的话呢，11月底的时候有了几次啊民主讨论会，那都是上万人的，在那个地方啊看了这些大字报，在议论中国为什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浩劫，中国为什么发生了从1949年以来的那么多的灾难。所以的话呢，大家就围集在那讨论这个国家的大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壮观的一个场面，就是万人在那讨论国家大事的这么一个场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是吧？这就是民主墙啊，这个非常典型啊，一个人很愁苦的，当时的贴的大字报都是一些深渊啊，后来逐渐的啊政治化了。这是我女儿当年在民主墙前照的照片。这都是民主墙的参与者的孩子们，那时候我们都在监狱里啊，他们就是大人们组织他们出去玩玩。这是我，这是一次民主墙的讨论会的啊，这是四五报啊，这是四五论坛，这是四五论坛探索今天，中国人权，北京之声，沃土，王文泽的手稿，那时候还都还一个字一个字写着呢。
你要说来，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政治迫害，十之八九都是根据人的言论，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都不可能有什么行动嘛，你只可能有言论，哪怕是不公开发表的言论，所以当时这个在这个经过七十年那段时间，我思考的问题呢，就集中在怎么样去这个反抗这个制度，那么我当时觉得，最后我就这个把注意就关注在这个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因为在我看来呢，言论自由是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它对共产专制来说呢，可以说是它的所谓阿基里斯之踵，就是你想，但是在那个时候，而且对七十年代末，就是七八年、七九年那个时候，民众又处于一种极特殊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的人，中国人，凡是经历过的时代都知道，有一种极强的一种渴望，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真理啊，而且这个愿意就抛弃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对的看法，也就是整个一个民族在渴望着这个接受启蒙，而且他们呢有对于真理对好东西有种这个有种追求的信念，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们就愿意那么去做。有三类，第一类呢，它主要是1989年六四后的被通缉者。第一类他说的就是说是被通缉者，他这儿写的是如发现该人入境，立即拘留进行审查，依法处理。韩佳琪啊、陈一泽、万润南、苏小康、乌尔开西、柴玲这些，洪承德。第二类呢是。等于是在是合法出来，当年是合法出来的，不是被通缉的，就包括我，你看王炳章，我这许邦泰、曹长青、刘斌燕，还有韩东方这些，就不准入境，不准这个入境，第三类呢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发现该人入境，视情况处理，2007年报道的一个消息。本来是49人，你看现在有谈的又是北京新出炉的273人黑名单。你像我到海外这么22年，那我想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呢，我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我母亲是2000年去世的，当时我就记得在此一年前呢，她就身患重病，另外她也是当时都86、87岁了，年纪也很大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再不这次如果不能够回去见他的话，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上了。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有个黑名单，禁止入境的黑名单，我的名字也在名单之上。妈妈的信。那么那次我母亲就给我回了信，就说你不要回来，就算他们准你回来，你也不要回来，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然后他见到我父亲，我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军人，后来呢，他在的那支所在那支军队的军长就是所谓起义投诚，然后我父亲也就成了解放军，所以我们家门口小时候可能门口还挂着个木牌子"光荣军属"，当时呢，当然是都起义光荣，共产党也许诺这个既往不咎。可是到了52年正反的时候，又我父亲又以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就被杀害，所以我母亲就谈到这件事情，说你老毛，你有这个命令的，是说好了既往不咎、起义光荣的，最后照样把人给杀死，所以。
这件事他说我到死也我也不会忘记。嗯，我得到这封信之后，当然我知道我实际上也回不去，因为当局已经告诉我不。另外我想也确实恐怕如果我回去了，嗯，我母亲会更紧张更难受。你想你回去整天警察跟着你是吧，一会儿门口停个警车，一会儿把你找出去谈话去了，嗯，他会感到很紧张啊，对不对？他闭不上眼了，他就想即便我睁着眼的时候看来没事情，我一闭眼之后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嗯，而且单单是我回去这件事情本身就会使他放不下心。嗯，所以我想我不回去他恐怕走得还更安心一点。这张照片是我86年底就离开中国之前姐姐妹妹妈妈照的相。嗯，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受共产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迫害，牵连的人数之多，这种迫害的程度之烈，我想在这个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嗯，而在经历了这么多灾难之后，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我想这个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痛心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还有很多人，就歌颂起太平盛世来了，我觉得这真是不能原谅，因为这些人自己过去也受过这种害啊。如果我们过去几千万人、几亿人的这种痛苦都不能换来一个最基本的自由民主，而自己个人处境稍稍有一点好的就那么苟且，然后反过去跑去讴歌这个专制，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对所有这些过去受苦受难的这个中国人的一种这个对他们的这种亡灵的这种亵渎。嗯，这也就说明我们这代，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刚开始来美国是很孤独的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人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好国家，民主富强，可是不是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在中国。我有个比方说，我们就像那个西红柿开了花了，其实都结小果了，然后把这秧子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缓秧就缓几年吧，对不对？我们不像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来了或者生在这里，他们没有问题，虽然他们肤色不同，可是他们融入这个文化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孤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最早的表现就是人们惧怕一个人独处，人们喜欢在一起开会，另外就 party 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那一定是这个有 party 的，这个 party 由我们的秘书安排，那么买很多吃的，大家在一起做吃的聊天呢，都很怕孤独。结束了以后一定会唱一首歌叫松花江上啊，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可是，一回到家里边，这独立面对着一个房子，没有亲人，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朋友，那是很孤独的。
那个是漫漫长夜了。不要了，不要了。嗯，不要了。不要了。说话说的不要了，不要了。你请了几个小时假呀？我呀。嗯。我提前两个小时。你本来还要加班吗？你不是？我提前两个小时，我叫那个。提前两个小时。嗯，我叫那个阿曼达上晚班，然后就早点回来了。那明天就下班了，回来了更晚了。明天我也想今天这样子早点回来。如果明天需要我的话，我就可以早点回来。你今天怎么样了？今天中午你们吃饭去哪里吃的？我们中午，我都不知道到哪去吃饭，后来想起贵阳那个刘强那个牛肉粉，就到那吃的。在美国，一个非裔血统的黑人当上美国的总统，而在中国大陆，一个诗人被封杀长达50年，这两相比较怎么来说？怎么来说？不是在大陆出的，这是大陆不能出版的。这是从50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的所有的美国出版的、台湾出版的、香港出版的，哎，我一生都在流亡，终身流亡。到现在，我从流亡的第一个瞬间起，我就开始怀念故国家园。那这是双向的，这是个悖论，你怎么去那个理解呢？就是我本来热爱。与生俱来生长我那片土地，是人家帮我驱逐的，不是我自愿选择的，我也不是自己的自我放逐。我现在到现在这个年龄了，快70了。白骨亿万年的地层里，也许会有人发掘出我的尸骨。那时候，他可会想起一个遥远的地质年代，一种因遥远而迷茫的历史。那时候他可会想起，就是这对白骨曾经在地球上做过身，爱过恨过哭过喊过激动过。还有就是最快乐的两年，其实就是说我跟他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不上班，我跟他天天在一起。他那两年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没有语言障碍，其实他一直都是有很他不会英文，他有很强烈的、很严重的语言障碍，他自己不他自己知道，这也是导致他很苦恼的一个原因。
他就这样的话也导致他就是在生活中会有很多阻力。那两年呢，我们到了一个完全是一个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因为我跟他在一起，随时我都可以替他当成了他的一个嘴，一个老大脑嘴巴耳朵在跟他，他就觉得他好像没有语言障碍，包括演讲去讲学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后来最后两年快结束了，完了我就去工作了。我一去工作以后，他又变成一个人在家了，然后这样子呢，他然后这种感觉又开始严重起来了。但是呢，黄香他就说他这个性格其实他是一个很骚动的人，他就是这种骚动，不说是他就说他不能够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生活很久。然后你看这个家才安顿没多久的时候，他现在他心里面又开始有一种思念故土的一种思念之痛。他这个他是黄香是一个就像你高兴见他可以在法国生活的好好，他不可以不怀念那个片土地。黄香他这个心啊，怀念那片土地很深很深。新的一个另一生，这一生就是流亡的一个流亡作家的一生，我很清楚。接着我就写了一些文章，明确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流亡的这种命运。他做什么选择？现在是面临着这个选择，是等到有一天落叶归根呢，还是能够就在所在的国家，在西方能从事自己的创作和自己的独立思考呢？当然，我认为应该开创一条路。是中国知识分子通常不愿意做的事情，即使人到了海外，在以前就有，是吧？什么游子这个心态，是吧？总是要想到落叶归根，是吧？为祖国效劳，是这个爱国心不死。这个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吧？跟一个政权联系的这种爱国主义，我觉得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约束，对知识分子是一个精神上。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够跳出这种爱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能够独立思考人的命运。所以这就是逃亡的意义，是吧？逃亡它不仅仅说是一个消极的，逃亡实际上是一个，我以为这个知识分子这种逃亡呢，就是说逃避政治压迫，是要寻找自身的价值，人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普世的价值。你知道这个，我就跟你讲，这个流亡生活里头啊，有很多，有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些，不多，就是说他有一种抗拒，他是生活在别处。我实际上我是生活在中国，我在美国只不过是有一张桌子，所以整个的情感，这个我并没有打算在美国如何生活得更滋润，我在美国只要能活下去就行了。你比如说我的英文，我开车出去丢不了，我遇见什么急事我能够说清楚，我觉得行了。你要让我英文特棒，能跟人家长篇的这个表达，甚至用英文写作，我没这个兴趣，就是。另外还一点就是，这就牵扯到一个艺术文学艺术的一个根本问题了，你为什么写作？大家都知道这个最早的文学创作是没有稿费的。而且那时候的印刷术也不是很发达，它的传播也不像今天这样，但是为什么作家还在那儿写？你比如说《红楼梦》，他就当然那时候也可以印刷，也可以刊行，但是起码曹雪芹，在他那一生中穷困潦倒，到他死以前也没有印出来，但是他还是充满热情在那儿写。我想这里头就接触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写作？我过去不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不问这个问题，一切都很自然的跟着生活走。但是现在呢，就要不断的问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我不写作，或者我写一些能挣钱的东西，那对于改善我们家庭的状况，有包括我孩子上学有很重要的帮助。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坚持，坚持我理想中的写作，不在乎有没有人，有没有听众，就是说我在这儿唱就没一个人理我，我还接着要唱。那你是对谁在唱，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最后我自己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你的写作实际上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你和你的神的一种独白，这是你向神的祈祷，你自己这是你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所以文学我想也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他把自己内心深处最受感动的东西，你比如说那种爱啊，对人类的爱，那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你把它和你的神进行一种交流，所以那个东西是一种，我想这样，它是一种纯粹的，它根本不在乎，你甚至不在乎你的手稿是不是最后丢了，永远没有印出来。1989年4月至6月，特别是这是6月4号，这是他自己拍照片，他的拍的放这么大、啊，对，所以你把他，你提一句话，签个字放在下面，我把它留为明年拿来作为这个60、20周年的时候可以拿来作为一个纪念。OK， 好。今天啊，是我们王丹先生实在十年寒窗，面壁十年，学有所成的日子，荣获世界最高学府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哈佛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十年寒窗，修成正果，可喜可贺。王楠原来就读于中国的北京大学，现在呢又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在北大和哈佛之间，他还上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另外一所是共产党的监狱大学。我想一个人一辈子这四所大学能上一所就不是等闲之辈，那王丹20年一口气上了4所，所以就凭这个履历就让人不能不让人佩服。那个好久没有这么集中听到这么多好听话了，我是很高兴哈。最近在网上大家也知道了，这个政府比较集中精力哈，开始对我们几个人这个抹黑啊诬陷的，反正看到的都是很难听的话。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是吧？到时候我也组织一帮哥们儿专门听听好听的话，谁怕谁呀、啊，对不对？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今天呢，可能我们民运呢确实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可是话说回来，我自己也是个学历史的哈，那这个
没有一个运动说没有高潮和没有低潮，有高潮就有低潮，没那个道理，这个高潮老让我们站着，是吧？那它一定会有一个低潮的时候。那我觉得民运到了低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呀，更应该有一种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我们更应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是吧？越是在低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抱团，那么越应该互相温暖，那么才能抵抗这个比较严酷的环境。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権デーに合わせて、中国国内303人の知識人たちの連名で、言論の自由、人権尊重、平等などを基本理念とする08憲章が発表された。所以下期呢，这个关注刘晓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另外，他这个刘晓波事件和整个08宪章是联系在一起的。怎么样进一步这个推动08宪章这个签名活动？因为现在国内封的，管控制的比较紧。我想这海外呢，特别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方式，通过 email 这种方式，让国内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更多的人信心中去签名。当然我们一直就在考虑怎么突破大陆网络封锁这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有一些那个进项那些，那么基本上大陆人基本上是可以说直接可以访问的。但是举例子说这个语音这个当时想法主要就是说你可以过滤文字，比如文字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它可以通过关键字过滤掉，但语音就没有办法。比如说一篇文章，比如胡先生的08宪章这个，那么我们换一个题目，何日君再来，那么也许它就是何日君再来的一个 MP3 的音乐文件了。那也许名字一换，他网络监控的人以为只是一首歌曲呢。北京之春2009年1月号，支持08宪章参与公民运动胡平，08宪章意义非凡。是的，08宪章提出的基本理念与基本主张，既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早就阐明的普世价值。那有个下岗工人，你看自己办的博客也写到这点嘛，他说计划经济是不对，是应该改革，改革是要付代价难免的。但是他说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那付代价该你付代价呀，怎么你们不付代价，你们不下台叫我们下岗呢，对不对？怎么你们就成资本家了呢，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没道理的，对不对？所以这点普通他都看得很清楚。因此这也造成一个结果呢，正因为现行的这种财富分配格局毫无合法性，它就只有靠暴力的维持。那么到头这政权不会改恶从善的，他看他只会变得更横了。他觉得你看你们什么认为结果我们都解决了，就是我们就靠蛮不讲理，就靠横来横的。他在这种环境下只会使这些人有更强的那种就是对人权对自由民主的那种蔑视，而且这种时间持续长了，它还会对民心造成很大的影响，就人民也就根本就不相信时间有正义，根本不会觉得这就是正义。你想从64到今年19年，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国人中那正义感的不断的萎缩。同样的事情，在20年前他们是不能忍受的，10年以后就觉得无所谓了，到了10几20年，他们根本就把这事，不是说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生活中看得更多了。但他们就根本就觉得天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你要是六四造成最大后遗症，就是这种这个人心的这种正义感的这种泯灭。才真六四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但是我现在可以说它主要的一个意义，我的看法是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觉得老百姓虽然经历过政治运动，但是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对共产党的开明派抱有希望，那么基本上还是拿政府，就希望政府出现青天。对吧？就是这种民众跟政府的距离没有拉开。可是1989年这件事，我觉得使得所有的人，全民全大家对共产党就都丧失信心，对，就知道说哎呀再怎么样这个居然能开枪，这个政府你就不能指望他，那大家的这种政治热情也都大幅度减退，90年代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从另一个侧面看是个好事，对吧？他政治淡漠是个坏事情，可是另一方面他跟政府距离也拉远了，跟政府距离拉远了就腾出空间给社会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公民社会就在逐渐发展了，那么有一天公民社会的力量发展到强大到足以跟国家力量相抗衡的时候，中国就实现民主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从1989年开始的。爱国是不是爱一个党，不是爱一个领导人，是爱全国的民众。你说是豆腐渣工程你也爱吗？那你爱的不就是死了这么多孩子吗？那个豆腐渣工程谁建造的？不就是那些这个偷工减料的那些承包商建造的吗？他为什么偷工减料？不就是因为他要养活那些贪污犯吗？对不对？贪污犯是谁？不共产党那些领导人吗？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你要就去爱他们，那你算是爱国吗？最后的结果就是上万的孩子压在废墟之中。哦，我在文化这个意义上讲，从西方人讲的话，主要是一个人文精神，就是一个人道主义，一个人文精神，这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以西方文明的一个思想渊源，一个推动力，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是吧？所以对人的重视，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是吧？可是这个精神在中国文化之中，也是比较缺乏的，是吧？中国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一讲到中国文化，现在通常都把它这个跟这个帝王世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强大，这个特别是个帝王的话，跟帝王联系在一起。比方讲到这个长城，长城就是一个帝王的一个权力的象征，是吧？但是恐怕当时鲁迅先生都批判的，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一个把这个20世纪把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席卷进去，都在救亡救国，这个没有说救人，是吧？虽然鲁迅当然早期也发出过，是吧？救救孩子，救人，但是很快就被这个救国救民这个思潮所盖过去了。我以为这个在21世纪的当今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也好，我就世界普遍上，我想应该什么要重新认识到，回到人文主义的最初的精神，就是人的这个价值。但是这个人呢，在今天来看，不要把这个人变成一个超人，一个大写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八九民运的，这个我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中的那些流血，那些残酷的事件，包括我后来去广西调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吃人吃人的那些很残忍的事情，就是我的自己的心，后来感觉我自己心都变得很硬了。就看见任何一个这种血腥的东西，自己心里都不动。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美国人的一个是美国这种社会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说最说感动的是对待那些小动物的那样的一种情感。比如说经常有些事情是在救一些动物，这个社区里头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一种很莫名的感动。时间久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心就开始变化了。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发现路上有一滩血。要是在过去的话，我不用说一滩血，就是有一死人在那放着，我心里头也不为所动的，因为确实那种残酷的事情你经历的太多了。但是这一滩血呢，一看见这一滩血呢，我的心里就多说了一下，我就不能看了，我觉得不能接受，就是这滩血。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就自己内心里有一种改变了，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变得柔软了。过去认为柔软这个东西是一个负面的名词，后来我到美国以后，通过我接触基督教才发现，要使自己的心变得柔软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把自己的那种冷漠，自己那种所谓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那种坚强，那种战斗什么那种，把这些东西仇恨，你只有把这些东西一点点一点点都把它去掉了，恢复到你就原来这个上帝造你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才是一颗真正的一颗柔软的心。
具有同情，具有爱，具有悲悯。6点就得起床，所以这个也晚上又睡得很晚，所以每天都是觉得睡眠不足。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从5岁到15岁，送了他10年了，没有迟到过。挺不容易，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成就。我们家现在收入主要是靠我太太工作，所以我在家里头就等于是我们这个角色就变了。我在家我基本上就是买菜啊、做饭呐、接送孩子，特别这孩子大了一点，他那个活动也比较多。还包括他的一些朋友之间的交往什么之类的。现在还差半年不能开车，所以在他开车之前，所有的这些都是我的事儿。我说我是他的专门的 driver。先生，走了。您叫了叔叔好了没有？叫叔叔。您肉大点，这就是最大的了。不用举，你就哎，举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的话，我的一个存在实际上它不是一种政治的存在，它就是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点价值，就是我们有一点点精神价值。如果要说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了这个在生活窘迫，在流亡之中穷困潦倒，忍受不了了而转身，去向统治者低眉俯首，那我们存在的一点点价值都没有。如果向中共当局妥协，写一个什么检讨认罪书，然后获得可以回国、可以回去经商、可以回去定居、可以回去发表作品，去换取这样的一些利益的话。那我想这个第一，首先是对不起那个在89年被屠杀了的那么多青年和市民，他们的血就白流了。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就说我们也对，应该说我们也对不起那些在我们前面的那些先哲，像作家的流亡在世界上和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国作家流亡的人就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很多最优秀的作家都曾经经受过这种流亡的这种痛苦，日子过得比较窘迫，比较孤独，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呢，你在这样一种坚持中，你自己在艺术上，在人格上，可能都会有很重大的提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最后说到底不是在比技术，最后是一种人格的一种比较。